再加上他是一个看节目还要同时一直在研究节目的人，会有一些自己提前的预想怎么做会更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能让人看到他的努力之处，这个是让我比较惊喜的一点。对，包括他那天还在网上问很多网友，就是说来大家写一下观后感，下次会做做功课这种。